纷扰扰，何如众怒会凡间，为只愿相守如初梦，皆叹整个一厢曲终人散，殊死一战终为红颜，纵横四海也宁愿封一手万劫深，再苦暗等待缘。为了神界委员会的和谐和神界的稳定，这次的事情无论如何都要成功。但是这样会不会对毁灭太残忍了？我有点担心他会接受不了。没关系，大家按我的安排去做就行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大家都去准备一下吧。小绿已经起了吗？老伯，今天早上吃什么呀？不在家？对不起啊，老公，早上有紧急会议，我先走一步了。冰箱里的豆奶，记得热一下再喝哦。要迟到了。我也要快点了。老夫认为这件事情没有讨论下去的必要，直接封杀就行了。毁灭之神的提议太过激进，不可取。小子的确有点激进了，还请海神不要在意。生命女神的观点很有见地，可以采纳。那就辛苦海神了。可恶的唐三，这帮家伙。哎，你们几个在这干嘛呢？没干嘛。快走了。我竟然被我的小弟们无视了。我要去找小绿。老婆，我好难受，需要你的安慰。我有急事，要先出去一趟。什么？你是小绿的？我被这个世界抛弃了，为什么？唐三，他怎么从神界委员会跑出来了？还偷偷摸摸、鬼鬼祟祟的。好奇怪，难道说他有什么惊天大阴谋？既然被我逮到，我一定会揭开你虚伪的假面。这老家伙去服装店干嘛？难道这是他阴谋中的一环？等着吧，唐三，我一定会激起你的罪证，让整个神界都看清你丑恶的嘴脸。要出来了。海神大人，特地来我们店定制衣服，一定是有重要的约会吧？是一个朋友的生日聚会。哇，真羡慕您那位朋友。生日聚会？别逗了，根据我的调查，今天不是你任何一个朋友的生日，我倒要看看你到底要干嘛。他进女装店干什么？是要跟什么人接头吗？哼，可疑，十分可疑。哇，海神大人，您来的真是时候，现在我们店全场打八折，需要我帮您挑吗？要可爱一点的，就这件吧。
可以帮我拿最大码吗？嗯，给您。是送女儿的吗？不是，送朋友的。吞吞吐吐这么心虚、难道说她其实是个女装大佬？怎么又去了蛋糕店？难道真的是去给人过生日？嗯，这个方向不是她回家的路线。不行，我一定要跟上去看看。没错。小五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啊，难道说你也在跟踪三哥？啊，三哥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夜不归宿，整天胡跑瞎跑不着家。哎，我怎么看他刚走的方向，像是毁灭城堡？毁灭城堡？那不是我家吗？回想一下，小绿最近的确很反常，还有唐三，果然有问题。这个衣冠禽兽，平时看不出来，没想到骨子里这么变态。哎，等等我！哼，搞定。小绿，不要怕，我来救你了。哎，主上来了。大家快准备好！你，唐三，老夫要跟你绝！主上大人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原来今天是我的生日吗？老夫都忘了，原来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了我。谢谢你们，我们给主上大人准备了礼物。嘿嘿，大人快拆开看看。等等，礼物难道是……打开吧，这是我和海神共同的心意哦。我可是非常期待你穿上它是什么样子呢。既然如此，那老夫就豁出去了。合适的，合适的。嗯，偶尔这样一次还是不错的，但再来一次，我可能会死。嗯，还有一件没拆。哎，这是什么 ？VIP 会员卡，一口气看《绝世唐门》《神界传说》《龙王传说》全集的那种。Yes， 老夫赚到了！这样的生日，我想再过一万次。Thank you.